兄弟们，新版达摩已经上线正式服了啊！其实新版达摩刚上线正式服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准备出视频了，但是这个战绩嘛，确实看不下去，给我大号从74星掉到71星了，实在是打不出素材啊！然后我一看各大视频平台评论区，全是在说新版达摩一拖答辩，我就不给具体素材了，只要是个新版达摩的视频评论区一番全是。而且当时新版达摩的胜率我就不说了，你们自己看吧，跟海诺有的一拼。但是这一天我刷视频又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，说新版达摩非常强，且有实战视频分析的有理有据，操作也非常秀，于是我又回头尝试了一番，确实非常有可玩性。这把素材段位不高，星耀局，别看段位低，新版达摩我也才玩不到10局，且前几天用达摩打这分那是吃过瘪的，一级开局直接一个二技能升二，铭文带隐匿百川的话，一个二技能伤害是正好清完所有兵的，一级其实不用等兵线交汇，直接在一塔前截住兵线就可以像蒙恬一样抢二，到二后二级打一级根本不能怂，一击飞吕布接两发枪谱，再一击飞接两发枪谱，接下来不要怂跟他对 A， 注意他一的抬手，闪现躲到他的一就行了。闪现他死了，二将锤一跟上技术锤拿下吕布。玩新版达摩最直观的感受是没有伤害，非常刮痧，因为他的二技能现在没有了破甲，单独用二伤害其实很低。但新版达摩他的重点根本不在于二技能，而是在于一技能和大招，也不是因为一技能大招伤害很高，而是一技能和大招命中到人会有额外两发强谱，这个强谱可以通过二技能触发，达摩打伤害靠的就是这个强谱，你可以把现在的二技能理解为工具技能，是为了更好的打出强谱而存在的，单独放二没有强谱他就是刮痧的。所以达摩的连招很简单，比如这波吕布在草里等一两层好了再上二技能锤，交一强谱锤，大招强谱锤，二段一再强谱锤，一套下来后一个满血的吕布几乎就直接秒了，且他是有大招第一件出护手的，换作其他英雄可能已经秒了，吕布没大没闪，这个显然在塔下肯定是可以越的，注意连招顺序用强谱来打伤害，所以先二将起手一击飞两发强谱锤是吕布，第二段一再出塔，这个强谱打到人是有30%的减速的，所以这个强谱也能让对手更难走出你二将的范围，再搭配上苍穹的减速，粘人能力还是很恶心的，可以说强谱和二技能相辅相成。新版达摩如果追求伤害，想要伤害打满的话，就是二将起手然后接一接大打满六发强谱，就是达摩能打出的最高的一套爆发了，但有的时候伤害肯定是不能打满的，比如团战，你要是二起手在人堆里，那不得直接蒸发喽？打团连招跟老板达摩是很像的，一闪进场，大招上墙，然后接二段大，只不过现在的大招二段移到一技能上去了，踢上墙后一技能就变成斩杀脚了嘛，且比老板达摩更具容错，就算空大二段一还能逃跑对吧？我大和闪都快好了，这不能打，黄忠还敢回头，一闪接大，叫二打强谱，二段一再打强谱，给他们三个人直接都锤傻了，这黄忠要是没闪，当场就得被我锤死。其实连招跟老板达摩是很像的，还额外增加了伤害和容错。黄忠移速很慢，看样子可以查一穿墙，小拳拳捶你胸口，锤死黄忠。被动的减速配上暗影战斧的减速，每位一滴英雄被粘上就很难拉开距离。目前达摩的胜率已经有很大的回暖了，至于原因嘛，很简单，大家越来越了解这个英雄，知道该怎么玩了，胜率就会恢复正常。目前已经是所有英雄里的中上水平，在巅峰赛1350加胜率更是非常靠前，非常建议大家去试一试。就算练不明白，整明白了他的技能，以后对面选了达摩也知道如何应对。个人认为达摩强韧期在中后期，这时候的达摩伤害爆炸，一套就能直接秒人，可以各种卡。这些蹲草绕后闪现踢人秒人，可操作空间和上限都是非常高的，伤害性不着急交闪，先走近等他线下位移拉开，他位移咱们跟上，击飞到了直接踢墙上，接着打强谱斩杀脚直接拿下，斩杀脚的强谱都没打就杀了，伤害是很足的。出装上也非常简单，暗影战斧宗师，因为二技能可以触发强谱嘛，再来个苍穹，然后补碎银锤，最后补个爆裂伤害一速全有，或者明刀破军也行，看着来三件套一出那是非常的猛啊，这韩信看到我就跑，还是先别急着交闪，等他先交位移，三代位移交完闪现给他踢墙上，二脚打强谱斩杀脚拿下，秒韩信这种小碎皮简直绰绰有余，不仅是中后期强，打团开团更是一把好手。这波我们压高地，对面肯定想着清线，趁黄忠不备，一闪接在踹墙上，叫他打强谱，斩下脚继续打强谱，直接拿下黄忠，这给人家黄忠锤的那是一点还手余地都没有。而且达摩这一技能和大招都是团控，打团一脚踹三四个，直接一脚定乾坤，好吧。打吕布这种呆子英雄也是随便的把玩他，他没闪了直接锤他，他跳大一技能拉开，先躲带一个大，大完了他就得死。一闪击飞，叫他打强谱，直接拿下吕布。马可进场赚得好，马可，刘禅，这你怎么赶上的呀？不是，我队友怎么全死了？应该没有线吧？对面线不好。啊，完了！妈妈呀，救命啊！我真是受不了这星耀局了。你们看一看我这个战绩啊，他们星耀局把把都这个鸟样，我是真服了。王者荣耀真好玩，我最爱玩王者荣耀了。